九郎，你词儿背下来没有啊？这该接场了。哎呀，没有啊，没有，你怎么还这么踏实啊？你认真点啊，你再给我看一遍。你把书能不能先拿正了啊？哎呀，我的天啊！哦，我说看不明白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人家这回导演组啊是想还原一下宋朝时候的参军戏。你知道什么叫参军戏吗？你也现查，你也现查。这参军戏呀、啊，就是宋朝时候的相声。说咱相声的老祖宗，你要回到宋朝，你就得把人这《东京梦华录》你得背下来啊。哥哥，这不是我挑理，您说咱这待遇这么低，你导演怎么要求还挺高的？你说咱来的时候起码有个硬卧吧，往那一坐，这成硬座了，冰凉了这是。咱俩本来就是捧哏组合，能接着这活儿的就不错了。你认真点。不是您这话我就不爱听，老先生说那话你都忘了？什么呀？三分逗，七分捧，咱不应该这待遇。那还有那么一句呢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。三分逗，七分捧，人逗哏那三分是天注定，咱捧哏这七分就得靠打拼。那歌里怎么唱的呀？三分靠打拼啊，七分靠打拼啊，爱比啊，爱比啊，爱比啊。去去去！哥，你把猫都招来了，是哪儿有猫？哪儿有猫？什么声儿？这都是。爷，杨子祥、杨子郎二位老师准备上场。上，这也太早了。走，这也太早了。我告诉你，都来参军戏，打个儿都不争气。你赖人家参军戏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哥，我要是在宋朝，参军戏早传底了。就说这没用的，你一套一套的。你回宋朝，你去，你让相声参军戏全都传底了，你穿越去。我也不会穿越呀、啊，不穿越你说那么多废话。但是我看人穿越，反正在影视剧里头也没什么新鲜的，他无非也就是一推门，一抬脸，一束光打着眼。这时候舞美就别配合我了，这会儿就开那么亮干嘛呀？就是。哎，哥。怎么了？咱是不是真穿越了？哎，这说穿就穿了，穿这么灵吗？哎，哥，你看这匾上四个字写的什么呀？玉仙楼。哦，仨字啊。不是哥，这是什么朝代啊？这个我知道了啊，咱们这是回到宋朝了。你怎么知道是宋朝啊？给你的《东京梦华录》都写了。嗯，玉仙楼啊，青楼画阁。绣户珠帘，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啊！哥，您真有文化呀、啊！哎，你看这边啊，真是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。哇，真好！哎，九郎，你看这个，怎么耳熟啊？这个真是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。哥，你看这边啊，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。我猜你就说这个，你就会这四句是吧？哎，这都不重要。我有一主意啊，那书上说啊，这玉仙楼是整个东京城最火的酒楼。有胡辣汤吗？什么胡辣汤啊？咱俩要跟这儿演一段相声，那老板肯定给咱免单。那你就知道吃啊？咱干什么来了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俩跟这儿演一段相声，那在东京城咱俩就一炮而红了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咱俩一红，那咱相声打宋代开始，那肯定就是罗绮飘香啊！我一猜你就说这，你也就会这，有新鲜词没有？什么没有？反正能火，我跟你说，你真行，肯定能火。姐姐，我紧张，听说太常寺的舞蹈考核特别严格。没事的。咱们练了这么久，肯定能通过考核。走吧。哥，啊，来俩美人哎，一个是美人，一个是美人鱼。哦，二位大人，我是这玉仙楼的刘掌柜，这位是林妹妹。二位，我们俩人是说相声的。对，见过二位相声。您别客气。怎么那么别扭啊？
哎呀，两位姑娘这么年轻就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瓦舍，还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我带您看看。哎，姐姐为了开这家玉仙楼可不容易了，多亏了中原钱庄，服务好，效率高，还借给我们本钱用，我们中原人民自己的钱庄。哦，这存钱是吧？二位大人辛苦了啊，请坐。啊，在那儿说是吧？哎哎，什么？去。那咱们就开始表演吧。开始吧，开始啊，就站起来。咱们来个拿手的。好嘞。哎，我拿手。人生自古多奇遇，今日来到玉仙楼。这玉仙楼里你们有什么好吃的呀？姐姐，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在点菜呢。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呀。报菜名。报菜名那是满汉全席，这不是宋朝吗？这怎么背啊？他们没吃过，他们才新鲜呢。听我的。那咱们该怎么办？吩咐后厨，他们想吃什么，给他们做便是。啊，那菜可多了呀。头一道菜啊，我请您吃蒸羊羔。有，这是大补啊。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眼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卤猪卤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。什么是松花小肚？这我也不知道呀。二位相声啊，是我们姐妹二人见识短，你们刚才说的我们听不懂。报菜名都没听懂，您可是难为我们姐妹俩了。哦，那咱们来。二位就别站着说了，请坐，我们为二位备了好茶。他让我站，不言了，不言了，不言了。哟，这是杏阳毛尖，十两银子一壶呢，特地为两位大人准备的。是吗？那茶喝好了。展示舞蹈吧。十两啊，十两啊，咱们哪会跳舞啊？哎，小八啊，你有没有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儿啊？是啊，这茶有点淡。我没问你茶啊，他们俩不是这店的主人吗？怎么跳上舞了？明白了，哥。他们俩是宋朝的舞蹈艺术家。哎呦，宋朝这舞可太好了。二位相声觉得如何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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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。有什么话单说无妨。四个字儿。我知道了，松花小肚。什么呀？乱七八糟。跨界融合。什么是跨界融合？哎，就是啊，把我们这个相声跟你们这个舞蹈结合起来。对，就是你们一边跳我们一边说，这肯定更好了。这能行吗？反正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配合相声。在想当初后汉三国年间，有一位猛壮人，此人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生得是抱头环眼，面如润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海下扎着扎沙，一部黑钢然，犹如钢针，下似铁线。只见那张飞手使丈八蛇矛，声如巨雷，势如奔马，枪花飞舞，东一点，西一点，南一点，北一点，枪枪带着劲道，是一扫一大片。哎呦，掉字儿呢？哎，没事吧？有事儿，你们二位莫不是故意消遣我们姐妹俩？都赖你吧，非得跨什么界融什么合呀？人甲方不乐意了吧？罢了，慢走不送。哎，这两位都是什么人啊？啊，什么太常寺的项目，到底懂不懂？算了，就当是我们学武不精，退出考核就是。哎，什么考核呀？你们太上寺的相声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刻意刁难我们跳舞，还谁知道松花小肚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太长寺太短寺？我们俩说相声的啊。二位难道不是太长寺的考官？不是啊。不是，你们在这瞎捣乱什么呀？滚！哎，你们快点跑吧，一会儿我姐拿刀了。啊，哥走吧，人都抽家伙了，走走。不能走，咱现在走了，
他们骂相声不得骂一千多年啊，相声不能传底是因为咱俩，那怎么办呀？咱得搬回来。怎么搬呀？咱现代人思维还给古人出不了主意了。二位，刚才都是胡说的，我们还有一个好主意。哼，哎，他们想听，是想听吗？你们啊，这个舞美得跟上，得跟上，场面也给再宏大一点，再宏大。关键是得有一个关键的道具，关键道具得有。哎，这道具就是它。哦，牌匾。哎，不是，是这个红绸子。你们拿这红绸子跟这把扇子，可以做一把红绸扇。对，这道具在宋朝绝对是独一无二的，你们可以试试。怎么样？红绸挥洒，长袖善舞。不止改变历史了，咱可能名垂青史了。没错啊，谢谢两位相声指点。哎呦，有了你们的指教啊，确实让我们的舞蹈增色不少。没有，是你们的悟性高。对对对，敢问二位尊姓大名？哦，我叫……哎，我们叫什么不重要，如果日后后人问起你们来啊，你们就说帮助过你们的是相声。哎呦哎呦。哎，哥，啊，咱是不是穿越回来了？对，穿越回来了。哎，这不咱的硬座吗？哎，还真是。哎，怎么抬走了？拍完了呗。严老师、杨老师，二位去领费用吧。听见没有？还没演呢就给钱了，嘿，先给钱啊，哥啊，这都不是祖师爷赏饭了，这是祖师爷喂饭呀。哎我们相声啊被毙了，赶紧领车马费吧。听见没有？毙了，领车马费。哎，导演，怎么又给我们毙了？那东京梦华录，我们不光背下来，我们都看见了。